游戏咋就开始了呢？这把对线梦魇好像不是很好打。速战速决吧。这个人不上把吸血鬼吗？这个人What the fuck you baby forever? 稳住啊，稳住，一定要稳住，兄弟们。我操，感谢汪总又送那六发超火。汪总今天早上没有来跟我打游戏啊，老想你了。兄弟们大气走一波。不走，我永久关播。谢谢汪总送的六发超火，爱你，爱你。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。我们先避一下。这一把咱们对线这个梦魇肯定是不好杀的，这是肯定的。咱们稍微小心一点。艾克有想法，其实最好不要抓，因为对面满血。交闪了，交闪还可以，蓝不够现在，蓝够的话这一波就 W 闪 QA 了。螳螂没闪，你妈买菜必涨价，抄袭加倍。哎呦，这个塔算了算了算了，不要了，咱们直接走回家吧。回家买一个。咱们这一把带的是征服者，不是带的是电刑，所以说咱们得稍微注意一点。还好还好，问题不是很大问题。感谢爱我，你怕了吗？送了一个爆裂飞机，感谢你的爆裂飞机。我打他好被动啊，兄弟们，我是太被动了，我太难了。你敢过来塔下掏我，来掏我来，对吧？我在塔下，我怕你掏我。他溜了，小心一点。上路小心啊 ，miss 了 ，miss 了。他这一波可能会飞我，我稍微注意一点啊，插个眼。我这一波只有五级，他这一波六的话直接飞我一套，可能会把我杀了，小心一点。他肯定在哪个拐角角阴我，无处可藏。我马上也六了。好，这几个刀一补六级 WQA。
这张会完呢？我溜了。他一套可以秒我吗？他一套一个二 Q 应该秒不掉我吧？我溜了，先回家一下啊。提亚马特他都做了，我们这一波回家，我们也做个提亚马特，钱稍微差了一点。嗯。 睁眼加上一个小扫描，还好，问题不大，问题，中路。 来帮一下，哎，他去抓我们家艾欧，刚说我们家艾克，他就没了，那没办法，这边放个针眼，这里有眼呢，能抓一下吗？哎，我觉得可以上呢，来，别怕 ，WQ 啊，也先秒。 小辅助再秒你，漂亮！再点燃你，加速 A 你，继续追，翻墙确定要跑 ，Q 截屏，来别怕，再 W 你 ，A 提亚马特来 A Q A， 装什么？三杀拿下这一波还可以吧？好，到位，一步到位。 我家来一个，咱们就要等这种时候，懂吗？就等这一刻，正儿八经跟他打，肯定打不过他。必须要玩那种，打那种小规模团战，啊，因为我们机动性很强，打一v一肯定打不过他。嗯，到位啊，到位！我靠，谢谢汪总又送了10个超火，我的。汪总，我爱你，就像老鼠爱大米。 有空必须要跟你深入交流一下，兄弟们大旗走一波不走，我求你走一波，上楼抓一下。嗯，现在他是哎呦是什么意思？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过分了呀！ 不是近视眼呢，我们三打三不一定打得过他，我没大。这你能拿来来来，好掏啊！我操！你干嘛呢，哥？你在想屁吃呢？你在？错了，哥。 还好不亏，他这个印度飞，我们这一波三打二，艾克大没开，诺手大没开，这一波我一打二，一打三杀两个尽力了。嗯，头给这个石头人拿了，鞋的话买个杉树鞋，但现在不太想出鞋，先把伤害拉满，知道吧？这艾克稍微开个大，这个石头人就死了，真的。这波其实我们就打赢了，大没开。 没看懂，怎么说？炮车，哎呦，炮车没了，炮车过分了，好漂亮，拖个大鸡吧，把鸡留给有用的人，好吧。 哎哎哎哎，想偷鸟是吧？是不是想偷？是不是想偷鸟？还想偷啊？你们是小偷吧？你们，你们是小偷吧？漂亮啊，到位啊！好起来了，好起来了，得现推了，嗯。
可以啊，漂亮。偷和我们也偷鸟吧，既然对面偷，我们也偷。我也喜欢偷鸟。好，溜了。1600块 ，miss 了。哎，塔皮没了，我吐了。这里不知道有没有眼。木刃，三速鞋，然后呢，针眼，加上一个远见改造，溜了 ，miss 了。其实感觉我以后不买针眼了。我突然想了一下一个问题，我运算了一个问题，一个针眼是75块钱，就相当于你买了。四个针眼就是一个头了，我日了狗了！哎呀，暴击了！这我不暴击他死了，我跟你讲。你干嘛呀？不是你要干点啥？咋的还要越我塔呀？啊？这针眼有点贵啊！阴一下，螳螂在我们家野区，我看到他了，他可能会追我。他哎，想杀中路，讲道理，他如果敢推，他肯定会吃这个塔皮。他一旦吃这个塔皮，他就没了。不吃吗？是个正常人都会吃这个塔皮啊。不行。螳螂在旁边，没办法。偷火鸟，他在我们家野区。哦，好，这个螳螂对这个峡谷先锋真的是恋恋不舍啊！这个人，我守一下呀。那没了呀，那塔没了，无所谓啊，给你吧。这个螳螂这么喜欢打峡谷先锋啊！哦好，神经病一样。蓝给个不过分吧？哎，算了，不是很赚，讲道理。好，溜了，1100块，马上11级了，等级稍微比他高一点，因为补刀比他多。这把的话，又是只有我有优势，我必须要把节奏带起来。这把不带节的，不带起来，我们又输了。这一把，哎，炮到位啊！哎，闪现是谁的？走啊！小心梦魇的大呀！7秒钟大，我们必须要把对面杀了，还可以拿资源才行。梦魇这一波肯定在后面反蹲来。我只要不死就行，先把他杀了，一样，再点蓝 ，A 大 A Q 呀，这个泰坦把我交闪来，触发灵光披风，你死了。这泰坦给我位置卡住了，石头人有大，小心他闪现撞我们，我先溜了啊。我这一波救肯定救不了，看一下红 buff 有没有，没有，看一下你，看一下大鸟有没有，感觉这几波打其实不赚呐。溜了，偷个大鸟。刚才为什么不上？我跟你讲，我被梦魇一套服务到位，我会死的，好吗？他一套我会死的。推塔，推塔，推塔！赶紧把塔推了。有想法，
算了算了，抓好像不是很好抓这把，我太难了，都在下半野区，全在，他们全在下。 看到我了，哎，来，被仙人跳了，哎，啥意思啊？ 一个 Q， 你还以为杀掉我，溜了啊！哎，我翻墙，我走了。他交了闪现，看到他们这个阵容没有？贼鸡巴变态！黑切来一个。 别搞啊！你们怎么老是点啊？点的人家好烦呢、啊。哇，差一点点。 咱得先回家买个黑切来一个。别吵啊！还没输呢。哎，他们一直吵，太烦了。嗯嗯。 这游戏还没输，在这边哔哩哔哩巴拉，哔哩巴拉，不在哔哩巴拉啥？应一下，这里有眼溜了。我靠，三个人，喝口水吧。吵架了。 视野不是特别好，害怕。诺手说了一句“推着诺手”，回家一下。嗯嗯嗯。 哎，啥意思啊？犯病了？哎，我这闪现是，不是，我这个闪现是啥意思？我们点了吧，求求你了，别折磨我了，我心态快坏了。嗯，心态坏了，心态坏了。对面5个敌，我们这边的话就有1个敌。 一爹怎么能打得过5爹呢？嗯。来，给我看他来。 神经病啊！我操，你们是不是得了甲亢呢？你们看起来老吓人了，你们溜了。
这个石头人一个肥牛冲撞，我不就没了吗？回家一下，这石头人全出猪的。这把艾克开不了大的，艾克等级太低了，才十一级，对面都十三级了。嗯。推了，嗯，这怎么搞？现在，现在就很烦了。就现在这个局，应该怎么打？嗯，我这个八杠二像一二杠八，那因为对面每个人装备都很，你我八杠对于我的队友来说还可以，但是对于对面来说，我的装备很只能说五五开，懂吧？因为我们这边丢了六座塔，对面我们丢了六座，对面丢了零座塔，你想一下，资源丢的太多了，吃塔皮了。回家一下，先把战锤买了。队友可能没发挥好吧，也不能，也没办法，有时候我也没发挥好，一样的，也不，也没必要说，这把只能说队友没有发挥好，输了，没办法，推了。我这把打梦魇不能主动gank，因为我打梦魇主动gank，我没有推线权，对吧？这把打梦魇其实很被动。你敢飞我吗？石头人可能要撞我，这石头人可能看我不是很舒服，我也忍不了你了，这干你的呀！线推了，他们没有兵线推不了塔。石头人有想法，他可能会闪现撞我。哦哦，哎，别喊人呢。你也不太行了，你杀你还是绰绰有余的，杀这个石头人石头爹没办法。嗯，1600块，哇，你看就他这个一撞下来就跟那个核弹一样。嗯，今天是咋了？今天的运气好像稍微欠缺了一点。